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要善待翠芝他们母女。顾曼辰，我要怎么放得下他？带我走吧，去你说的那个地方。许淑慧，你就忘不了他的，对吧？你心里有人啊，你心里的人不是身边的人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忘记他的，对不对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半生缘》。